用一些废旧的线，很扎实，用来练习阿米古鲁米的娃娃。不过阿米古鲁米最好是用丝瓜棉或者蕾丝纯棉的，0.9的钩针或者更小的。织了一个娃娃，还没有填充，继续把它织一下。这个阿米古鲁米是从里面反钩的，第一次尝试反钩。圈就差不多勾好了，我身体的部分大致就完成了。